可是我觉得在吃人气美食的时候，对我们这种就是颜值算还可以的人来说，自己讲话还想笑，颜值还可以，真的我很少赞美自己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。你要理直气壮的说好吗？再次，再次，再次。所以都是对我们这种颜值还可以的人来说。吃大福真的很难吃的很美，怎么吃才漂亮？不然这样，我们请尾鱼来示范一下。哦，尾鱼可能可以，尾鱼我觉得可以。来来来，尾鱼现在真的有 IG 人数是超高，其实还好啦。你可以教我们一下吗？因为我永远拍出来都是长同一个样子。你说你怎么样吃起来拍照好看吗？是不是长进的问题？我跟你讲，就是笑。我跟你讲，就是笑。我觉得笑就是一切吃东西的标准，因为你只要笑，大家就觉得这东西超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他笑着吃。可是我笑着吃的时候，人家可能觉得我需要复健。没有这样讲。假如说他是那个相机，这台对。哦，有哎，有哎，就是很阳光，然后用一个哦。只能咬的，但你不要咬，就是含在那，然后等你拍完好再开始吃。真的，来试试看，我也要试试看，是这样吗？哎，不行，怎么有点智商有点？我跟你讲怎么啦，就是因为它皮很薄，所以你咬下去，你不要真的，你不要真的咬断，你只是牙齿稍微碰到一下，然后用牙齿粘的那个湿湿把它拉开，但你不要咬。对，我有了有了，哦，七爷八爷就长舌了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算了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妹妹做起来好看呢，妈妈做起来就是什么都不好看。我跟你讲，佩珍，要不是你已经嫁人了，而且做作现在很爱你，你真的需要请一个律师。满足的三码，我们公园的话谈一下离婚的条件，做做看他会有多怕。但老实说啦，我们刚刚这几个口味啊，立冬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吃？我喜欢奇异果，哎，奇异果，那个豆沙馅那个，哦，那个真的有惊喜感，还有惊喜感，因为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搭配，对，我也喜欢。可是他的人气第一名是谁？他的人气第一名是他的芒果，芒果味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才说你们一定要吃吃看，因为是当季的，他都用最新鲜的水果去做。好啦，好，但我也真的觉得，其实我的柠檬乳酪也非常不错，对我。我觉得燕君这个介绍的非常厉害，大家觉得我们刚刚吃完燕君就是介绍了这个非常特别口味的大福，而且是只要一开卖就要排到一个月以后，它到底可不可以登上我们的第一名的卫冕宝座呢？但问题是它很干哦，它没有水哦，谁很干？我有湿润，哪里很干？不是大福好吃，但是我有加啤酒哦。我懂，我懂，不能输。像我刚奇异果里面有果汁，芒果也有点，对，新鲜果汁。好，那我们要投票了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举手。哎，可以，这样有三个人都觉得可以，三比二，对啊，三比二。那我们就暂时恭喜燕君可以上我们的宝座，所以他会到哪里？下面吗？然后请移驾到下面的单人沙发啊，很适合你现在的状况。你怎么会永远离不开单人的沙发？一个人住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单人沙发、双人枕头总是可以。你真的太多鬼了。好哟好哟，我觉得后面压力又越来越大。对呀，那所以我坐在这边好像管家。对啊，你为什么坐起来没有大气的感觉啊？好像偷坐太太的沙发。哎，那沙发上面，燕君打扫一下，打扫一下。有点气势的样子吧，驾驭，驾驭，驾驭他，寄生上面，好好好，那我们马上要来下一棒，我觉得下一棒压力有点大。对啊，尾鱼现在要接受什么呢？怎么变这样？主持人风格是王美的风格。我想说，
我们毕竟年纪有点落差，不能输太多。年纪轻也讨厌，你底下还在翘脚，你知道吗？讲话学小女生在翘脚，这样。我说，嗯，小女生，小女生，老公，太多还在演戏。跟老公的对话吧。小女生不会这样，小女生是这样，快点啦，快来吃。真的耶，我好像不适合哎。好，算了，还是自然一点好了。因为你现在要介绍这个东西，是我跟季美眉都很喜欢，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前面两个心机很重，一开始先用啤酒把大家灌醉，对，想让我们讲都讲不好。另外一个呢，又用大福把我们脸弄得很丑。真的，我是不知道刚刚导播有没有拍到我吃的有多狼狈。我刚因为吃那个是乳酪塔，它有很多血，你知道，我一咬下去，啪啪啪，在那一直掉。但是我介绍这个是除了吃起来优雅之外，美观还零负担哦。没有，每到夏天，大家最胖就是吃甜点、吃网购美食，订太多哇，吃到最后身材走样，不行不行。可是我今天介绍这些，就真的是对女生也非常好，零负担，没有负担，我吃完还是可以去拍沙滩比基尼，没完全没有问题。有没有？我觉得首先好了，因为我今天其实是两家店，然后呢三样东西给它 mix 在一起。那首先我们加码哎，加码，我想争你们的位置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喝啤酒喝酒就是啊就是那一种嘛，就其实喝很无聊。我有四种啤酒，没有，但它都是啤酒。然后呢，你说大福吃一吃每个口味吃，可是还是大福会腻，而且越就顶多吃一颗，最多两颗就开始有点紧绷。但是我就是贴心，我就准备很多样，让你有多不同选择。而且想想看，我们两位妈妈，小朋友，是你叫我姐姐，我不在意。姐姐，两位姐姐都有小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看外面就是很可爱，小朋友喜欢的样子，真的好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前面这个就是妈妈大人会喜欢的样子，比较有质感。我必须老实说，仙草啊，真的在台湾的夏天哦，它算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甜点。对，他们特别在今年2020年跟故宫合作了一款特别的仙草，它把水墨画变成仙草冻。怎么可能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墨汁啊，水墨画是什么的？重点就是黑白相间，对对。所以呢，仙草是什么？仙草是黑，但吃仙草一定要加什么？奶球是不是白？对，所以把它黑白融合起来，而且吃这个仙草不单只有吃，它还可以让你跟小朋友或是你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互动，就可以还可以作画的感觉，就对。对，我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太厉害了啦！我们来有请我们的摄影师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要看云山烟雨。有看到我们现在仙草上面呢？它是就是已经有一些刻画，对，看不清楚是什么图，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，对。我们把我们的奶球打开，然后如果在家呢，你想用牛奶也可以，看奶球它直接会表，然后你就这样子慢慢的一点一点，对，倒上来，倒上来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我看到那个是山头吗？对对对，山头出来了，山头出来了，怎么了？然后它有一些凹凸的地方，就把它倒进去。Oh my god！ 我看到是山峦起伏的感觉。哦，山峦，哇，它有山峦了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哦！哇塞，林子哥哥秘诀是一定要一点一点。Oh my god！ 真的哎，我看到有那个清晨那个有没有云雾缭绕的感觉？云雾缭绕的感觉，好漂亮。然后还剩一点没有淋完，它怎么办？对，给它加在旁边淋一圈，像水墨画一样。完成，真的好漂亮，真的好美耶，轻轻松松让你有成就感，所以就是在吃之前还可以先作画，对，然后又吟个诗，而且如果今天你有朋友来做客，你端出来让大家开始一起玩，瞬间又有互动感，对，然后你整个质感又提升，对，重点是这超好拍照的，对，没错，仙草有比较高级的感觉，感觉大家就是立刻气质就提升了100%，有 sense， 有 sense， 而且你看啊，你平常你去一趟故宫看衣服这个画，你要花多少时间多少钱？对，但今天不用。你只要网购订回来，然后呢自己淋就可以立马拥有一幅画，而且吃起来很消暑，还可以自己落款。而且重点是啊，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如果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吃这种点心嘛，对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吃甜点当中，还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些故宫的这些山水画的历史，对，对妈妈来讲这多有意义，这碗仙草哦。也太有太值得了吧！他们家的仙草真的很嫩，很天然，很天然。而且你任何时候吃，不管是冬天、夏天吃仙草冻，
冬天吃烧仙草，烧仙草，烧仙草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仙草好吃，基本的、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那么竞争，其实这一家仙草也非常的有名，就是真的很天然，也不会很甜，对，因为它就是接受度很高。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吃甜点会到过甜或腻口，可是仙草就是一个非常适宜，而且大小朋友都适合。妈妈不要这么纠结那一块，已经掉了不知道几次了，非要把它挖起来，切开了，真的，好，这个啦，还有一个超可爱，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解决你所有的家务事，跟上潮流社会事，满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，还有时尚这档事，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俗女家务事，赶快来订阅。